有看到字，谁？欢迎来我切的西瓜。今天这娃娃机有办活动，当然是来花钱一下。我不是花钱，花的钱是有回报的。后面全部娃娃都是会抽奖送出去的。然后今天只要花100块，就有一次抽奖机会。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两个大奖，然后还有那个妲己智能 AI， 还有 Nintendo Switch。所以今天先直接花100块来看一下可以出多少货。就还有交代一下，今天不是业配啊，所以老板对不起啊，我是没有手下留情了啦啊。来给你们看一下今天还有放什么机台。那如果今天出100块可以抽到Nintendo Switch，我就抽出去给你们。没有，哈哈哈哈，哪里可能抽？哇，先打一下我最喜欢的。你们如果看我的娃娃机还是开箱，你们都会知道我很喜欢七龙珠。今天就帮老板清一下台啦，给他里面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一下。好啦，今天第一个宝，开幕仪式。下我们小游戏啊，这个一场是10块钱，然后有7个标，你要丢完7个标中完全部本轮才有一个 ticket。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运气，要中7个哦。哇，剩下的是拿来给老板可以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，今天没有出错快感，怎样都要打到一个甩出来的啊 ！Oh wow！你今天真的是不适合打台耶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哇，老尾完了，哼，你不可以捏台以后哦。啊，对了，过来前面一点。啊，对了嘛。大阪飞。上场版有用没？上场版有。小腿。哎哎哎。你觉得我要捞后面还是后螃蟹？后螃蟹啊，我没有试过真正的后螃蟹出货。哎，完了啦！哇哇！后螃蟹有用，后螃蟹有用。OK。错。不，缺的是什么耳机？我就1块钱拿一个耳机。耳机要放进去哦。过分哦，这台我太过分了，这样子。哦，哈，错，哪里可能？这个很夸张。
真正的我。有很快的这个 event 又来到了尾声，耶、yeah! ！有没有信心？你换了几个 ticket？ 阿臭讲你换了几个 ticket？ 一张，一张还敢抽啊？之前有讲啊，那个大奖是你点多岁，所以今天才是最最最重要的一天。OK， 现在他们已经在 live 了，他们已经在 live 了。OK， 等一下抽奖，我希望真的真的可以冲到你点多岁啊！我有一共有五张 ticket， 然后花了500块，然后也是希望我爸爸妈妈不要看这一集啊。然后不要给他们知道我花了500块。八个字啊。NG 香，阿翔。啊？耶！哦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来哟！哟！哦，这个大家耳熟能详。啊！哇！来丢过来我龙，哈哈哈哈，哇老爷，哇龙 ，OK 啦，今天还有四次机会，还有四次机会，耶耶 ，nice， 谢谢茶鱼，来，我龙拿回家，来，哈哈哈 ，Thank you， 你们，啊，什么新年，龙年，哈哈哈哈，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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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重头戏，妲己妲己妲己，入死水手，哇不是我，我看了，哦来来来，亮好眼，我是 OK 好了啊，现在出来了啊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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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哎哎哎哎什么，哎没有看到字，谁？不是我，九哥，九哥，我觉得今天就到这样了。OK， 我灵魂已经被掏空了。OK， 今天最后给你们一个东西啦。哦，我那天有打到一个天猫 ，OK， 就抽出去那个龙，我抽奖抽到了 ，OK， 然后我就自己收住了。然后一样按赞、分享出去 ，OK， 在下面留言我要天猫。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很重要，记得开铃铛啊，开铃铛 ，peace out。今天有笨我龙歪陪我睡觉耶。以后我们再不同。